这是动画本。你研判是自圆说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小院报？不满的话是说对于外送的薪资太低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那个制度不开心？这次就是不知道什么，当初什么的外送研判起来有可能是凶猛的外送员离职之后小院报，大概是热的饮料，他要订热的饮料了。